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啊？就是这个。这是刁妮老师有一天看《舌尖上的中国三》看到的。假如你也看到了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话，你也应该会熟悉这个吧？大理美食相约。现在我们就给它切开，好不好？我们给它切开哈，洗了一把刀，这样我切，切好了，就这样。里边是白色的肉，这个清香四溢，可能你们都闻不到这个味道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帮你们吃好了，来吧。我去洗刀，你给你啊，不用啊，啊，不用不用洗。哇，这个好闻啊！来，好闻好闻，嗯，拿一块啊。什么感觉？嗯。真不错，那个皮可以吃的，是吗？对，皮也可以吃。嗯，手有点脏。嗯，怎么样？有点直击的感觉。我吃起来有点印度味儿。尝尝。谢谢。来一片尝尝。啊，谢谢。对，去火。嗯。柠檬的味道是不是？对，柠檬香。哎，对，有点柠檬的味儿。是吗？嗯。谁吃出来的刚才？我闻出来的。啊。都可以吃，啊，除了籽不能吃，都可以吃。怎么样？嗯，加上籽之后，柠檬味儿就更重了。嗯。吃的这个香鸳呢？嗯，很好吃。因为就主要我是吃习惯了，因为他们说这个皮有点苦，还有点辣，有点柠檬的香味，嗯，挺好。吃这香烟，我要进行一个开箱。其实这个包裹上上个星期就到了，嗯，那我拆开看看是什么。吃肉是那个一个特别有调性、特别创新的一个摄影机，小摄影机，便捷摄影机，是一个可以拍圆形视角的，是这个。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好一点？对焦，焦点呢？焦点在哪里？不管了，就它吧。然后我拆开看一下啊，哎呦，这个抽屉式的。有下边三个，然后这样有一个这玩意儿，拉开，拉开，拉开，哦，嗯，取出来了，这壳可以扔一边，然后这个是，哎呦，哦，它是这样的，扔一条，哦，有一个，嗯，有一个小卡片，然后是这样的。中间有条数据线，好，哎，取来，然后把这个镜头盖调低点。好，那就这样啊，我们看得清楚一点，看是不是，是不是好一点？嗯，看不见我没关系了，这样倒过来，这边打开。哦，是机身，是主机，这样的。然后这边是屏幕吧，贴的膜呢，我待会儿给它拆开吧。我今天我先说一下拆箱好了，有一个 logo，
然后试用使用的话完了再说，哎，是那种有点不锈钢材质的，挺结实的感觉，按不去，按不去，有点像那种秒表，小时候我们跑步时候有秒表，那中间是一根数据线，是一根数据线 ，Type C 的数据线，然后这边呢，哎，这边拆开是一个，哎，是一个外框，外框，然后这打开应该还有东西吧，好，然后是一根挂绳。哦，这挂绳的那个手感材质很好，感觉那种很柔的挂脖子上应该很舒服吧。哦，它这个东西好像是把那个主机挂在这个挂绳上的一个东西，我可以研究一下。好，那我现在我来试试给它组装上去啊，组装上去试一下这个怎么装呢。是不是，哦，它这个可以取掉，哦，这儿这个顶上这个可以取掉，然后把这个装上是吧。咦，好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，这个这样，哦，这是一个支撑的，哦，是个支撑架，哦，这个太科学了，这个是不是。哦，那我要挂上这挂绳的时候呢，我又可以把这个再取掉，然后把这个挂在挂绳上边。哎，我的使用应该没错吧？是吧？然后就这样挂在胸前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嗯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预备。好，是不是这意思。嗯，好吧，这 French Road 的拆箱到此结束，然后我会有一些使用感受吧，或者用它拍一些东西。嗯，拜拜。